OK，继续，看看上来有什么剧情，醒过来了。好像又活了，这么长时间都没有人来管他们吗？克劳萨不应该出现了吗？你怎么知道是 Madison？Where's Luis? He's worried about you. Until the end. End 了已经。No, we don't have much time. Let's get rid of these things. For Luis. 你来, come in. There's a lab where we can remove the parasites. Had a crazy hunch that you'd know where it is. Their most important facilities are housed in their sanctuary at the top of the mountain. That's where I'd look. Need of the encyclopedia. Happy to help. Now you owe me. 突然被关了起来。被囚禁的研究者，哎，原来其实安娜贝尔。啊，宿主变成智力低下。他被晋升和原持原来的智力水平十分重要。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水晶钻石，这是没见过的东西。14章。哎，小细节，你划一下那个书，那个书是会倒下的，不是贴图，是有体积的一个东西。啊！Oh my god！居然有一条咸鱼。为什么这里会有一条咸鱼？这千古谜题啊！哪来的咸鱼？监禁室，那这边往这边走了，这一大片。右边这一大片应该没东西了，啊，往上走了。You got it. Duh. Counting on you. 妈的，不会给我刷人吧？火车又在。他能把这个门栓给卸了。他门栓不是抽的吗？哎，有任务了，有任务了，看一下。吃点，整点蛇。蓝牌又来了，蓝牌。货物堆场，五个监禁室。青色头发。艾什可以换青色头发，我很关心什么时候能打靶呢？哦，就在后面。哎，这不打靶吗？来了，同志们，这来了。李昂说：“我现在被注射了寄生虫，马上就要发病了，一定要打靶来这个缓解一下。”同拿猫耳是啥？今天晚上准备拿猫耳啊。我们哦，要上上面去哦，这个就是那个好多邪道喜欢跳过的地方。你不打的话，就全部跳过了。
the stench of battle on you, mate. <笑>一把削刀，削刀先不拿。对对对，就是那个 bug。来，回复药品，贩卖价翻倍。I've got something new for you, mate. 哎，这个好像可以卖掉了，钥匙卡没用啊，那么快就没用。Ruby's all rubbish. It makes no difference. The price, well, that's our choice to make.哎，1600。Thank you。一会儿做任务要回来的。什么叫成功率不高啊？经过手柄的方法，哦，就是那个穿门是吗？无需修理。If you want a fighting chance out there, you best tune up your kit.10万了，现在。Knife needs care every once in a while. 这里回头再扔斩，应该有个打怪等着。打怪是什么？精英怪。啊，是不是后面的任务呀？再生者的房间里应该有个大怪。再生者的房间，是吗？怎么给我任务啊？培养室那里。What's that? How have we procured these curiosities? 他说这次有一个新东西啊。是啥东西？ All my wares are in tip-top shape. 好像没什么新东西。专家3个半小时就用了。Oh, my back is killing me. 培养室，你要到电梯那儿才能接到啊，这样的。那我现在就回去，高倍镜。哎，Will that be? Don't get yourself killed now. 需要串门。Okay, you good? Got it. Let's go. Okay.看一下山一号培养室啊，就这儿了。回去看看，据说有非常厉害的怪等我。是吗？哦，他这儿是切区域的门，这种门都是切换区域的，一般过了区域就不会有啊。现在没有啊，到底有没有？那个任务要接吗？有吗？没有啊，接了才会有。就像那个村长家的狗一样吧，接了才会有，不是那种蓝牌，你不接也可以直接打。给双瞎子？什么给双瞎子？到电梯那里就会显示。好，我到电梯了。过了门就能接。来了。是个难点，强化狗，强化骑士，强化再生者。强化铁甲骑士，我打掉了，你猥琐的方法打掉了。过铁球又有，哎 ，Ashley 可以看，仔细看看战损版的 Ashley， 他应该就过了这个阶段就换了个贴图吧？好像教堂还不是这样，到仓库就脏脏了。4A4B4C 是弩枪啊，我有点害怕了。对啊，卡电梯不就完了？3 2
欢的。完，心态崩了。退出吧。4B4C 巨蛋疼。来不及了，有点，是不是要用那个 ？Oh shit！ 震爆枪、啊。漏掉就刚才那一串里头，不用跑到最左边，是的，用震爆枪打就行了。我不知道这个地方震爆枪，6700五个，哇塞，那么多金，这个蓝牌骷髅吗？骷髅这么多，骷髅那么多，20发子弹内，20发弹药内，击倒所有海盗。Holy shit， 这个有点难。哦，等一下 ，reload 的这个，操！算了算了算了，算一下，这个我觉得要算一下子弹，确实要多用穿透。Oh shit！右边刚才漏了一个是吧？四个海盗可以用惩罚者打，四个海盗，这应该是2-2大盗，我还没搞清楚应该怎么瞄。哪四个海盗？哦，可以用惩罚者的。哎哎，那个右边惩罚者2发就打完了，有道理啊！四个海盗那里用震爆者打了。
好像不太够了。这个好难，不行。四个闪的喷子一发可以打掉啊，可以吗？用的武器不太对。这个吧，你是说打不掉啊？我操，这个可以打掉吗？这我差了好远，我甚至一枪打倒两个都没有。哎，完蛋！39个都打掉了，但是应该有漏掉两个吧，骷髅。哦操，厉害。哎呀，完蛋。肯定不能空枪啦，8000多了。这游戏有子弹速度的，对对对，是的，要提前打一点。我之前打很远很远那种吊牌的时候，已经发现了奖励关的那种骷髅。操，只有一个。这还是用这个震爆枪打比较好一点，我觉得这三个的哎呀，完蛋，完蛋你。算一下，20发嘛，一枪，两枪，三枪，4枪，这里算他2枪了，5枪6枪。7枪8枪，8枪了。
九枪，十枪，十一，十二，操，十三，十四，十五，啊，大概可以射空三枪吧，三到四枪那样，多打三到四枪，打空当然也算，打空也算，可以这个拖把，但是你二十发就不能失误太多，基本上这种必须一枪两个的那种不能失误。对，就这种。哎呀，完蛋！Holy shit！ 哎呦我操！没打到一个，漏掉一个。哎，怎么漏掉两个啊？等一下。哦，是漏掉两个，那个小宝箱我打破一个，没有打偏一个，然后上面挂着的那个骷髅漏掉一个，对对对，是漏掉两个，没有问题，懂了懂了。对对，箱子有三个，我打掉两个，然后漏掉一个，然后上面挂着的东西最右边那一溜里面有一个是骷髅，我没看见，那初体验不可能都背完，就打这个吧，我操，弓弩弓弩，还有炸弹呢。Holy shit！ 我知道弩箭雷肯定快，但是这不得试一下。这不得试一下桶子里有没有东西。哦，知道了。这个子弹飞行速度，跌了个蛋，跌的！我去，这个弩箭真的是。我去！不是，这个弩箭晃得太厉害了，弩箭晃得太厉害了，我也不想的。连弩箭雷飞的都有时间。我真是无语了，最好奖牌得用炸弹钉在胖上炸掉啊！这样，
我去。接得准呢。怎么又是这样？这个人接的也太准了，故意的肯定是。预判一下，是啊，预判一下。哎，多打打就熟了嘛。嘿嘿。远程有下坠，对，我发现了远程有下坠，转的他们在竖线的时候射出去，对，我知道，变成一片一条的时候射。还真的有下坠，要个雷定在胖子肚子上吗？不是很清楚刚才。定哪儿？定胖哪儿？炸掉了，炸掉了。干，屁都没打到，呵呵，勉强 S， 勉强 S， 屁都没打到。确实，啊，击倒全部海盗吧就可以了，这个比较简单呀，六千，还真的是刚好有六千。这个就不追求全 S 了吧，我现在还开着录像呢。这啥意思？四把枪，那我这把。等一下，上下左右，上是这个，右是这个，左是狙，右是散弹枪。啥意思？这个是 ？Holy shit！这啥意思？ TMP 有穿透吗？这个是有穿透的。第一轮还没有那个散弹，我估计后面要来了。我操，这是什么意思？我操，这怎么打？
不会是一轮游吧？做不到全骷髅，这关有九个骷髅，有100个目标。四杠 C 也太恐怖了吧？他怎么有那么多的？我才10000分，18000分，恐怖！击倒全部海盗就可以了，是吗？甚至很多骷髅你都不知道在哪儿，这要看攻略了。Holy shit！ 他在中间的时候是。天上飘的要提前打，天上飘的哪个东西要提前打？天上飞的是不是应该用那个喷子打？过分了啊！哎，换错枪了，跟我想的不太一样。天上那种手枪也可以啊。Holy shit， 真变态。不够快。啊，这可以用喷子打，没有问题。TMP 有点太散了，不太打得到。然后嘞，我操，屁都打不到。对，就是天上那些太恶心了。啊 ，A 了，有进步。这个是不是不用打到奖励关也可以 S 来着？他分数应该够了的。
CMP 压根没用，没用上呢。这天上我觉得可以用那个喷子打了。哎呦！哈，特意切手枪。吃紧了，完了，炸弹最好用手枪。还可以 ，TMP 没用上，主要是不太清楚什么时候用。喷子弹已经不够了，只有一梭子了，漏了一个。不拖把击倒所有把是什么成就啊？一轮内不拖把还是所有不拖把？一轮啊，那简单吧，在那个红酒和惩罚者那个关卡里面去做好了。这个我觉得最难。好，过了，勉强飘过。
打完所有靶子且不能脱靶，包含奖励时间内啊。这设计又给你硬加后坐力，又加扩散。You're a legend。好，奖杯入手了，全骷髅以后有时间再打。包括奖励时间内不脱靶是吗？找个简单的关卡打，可能还是红酒简单一点，因为惩罚表后面肯定有一大量穿透的。咱们存个档。不抽个奖吗？抽也可以抽。等一下，我存下档。Spread out. Come on. Okay. 要 SL 一下。把掏出我的 Excel 表。万一出打击者或者小熊，好，下一个应该是黑鲈鱼吧，大概12个就好了，现在11个有点尴尬。对啊，固定顺序，所以我知道下一个是黑鲈鱼嘛。再来，哎，跟独挡运气没关系，但是你得先存完挡再来抽，要不然就不知道下一个抽哪个好。这是鸡，要在固定代币下的最优解，是不是？伊莎贝尔，魁蛇。好了，这是全金牌的。OK。加载游戏。全金牌后面没啥好东西了。熊有啥用？光明神教我也想要。后面我刚才之前抽到过光明神教，我独挡了，回挡了。打击者是跑步速度加快，我还想要一个 Ashley 绿草恢复量增加，还有就是里昂火箭筒，火箭筒打折，对吧？就这两个比较好用。那个熊是啥来着？我也忘了，熊好像也挺有用的。买东西打折还是什么东西？还是火药少用一个？先试看两个代币的那种啊，二金的。那都是一周目的。艾什里好，就是艾什里好。我要需求减一，对啊。只要你玩的足够多轮，理论上应该是全部能扭出来的。啊，你这个档有可能很黑，那就重开呗。这好像试不出新东西了。裴德罗·埃斯托万，后面是埃斯托万，是玛利亚，对，玛利亚还没到第二个裴德罗，那我抽不出这个来，行吧，不用抽下去，二金的不用抽了，不是用合成药这样的，一金二银的。一星二银后面就是光明神教了，好像。那还有个路易斯。现在11个金，20个银，刚好抽一星二银最好。现在二周目能出爱达王和路易斯，这不是路易斯吗？武器出的价格加20%，但他只出那个基底的加20%，那些升级以后的那些，好像他们说是不追加的。
一金二银。王阿姨，我有了。打出打字机乱，磨的。铁锤。路易斯适合理财，一般吧。你武器也卖不了几把。伊莎贝尔，然后是 S 托万。好，接下来后面的这个可以加金蛋的价格，金蛋不是那个恢复药品吗？恢复药品翻倍那个也可以啊，那个独角仙啊，就这个光明史诗教，这个你打手枪刀流程还是有点用。然后下一个是 Hosei， 好，接下来就是我不知道的内容了，看看有点啥好东西没有啊，垃圾。萨尔瓦多啊，这人还是个医生，是啥来着？步枪弹药20%。全游戏路上三个独角仙可以捡啊，我捡了，好像是。怎么运气好了？这不啥也没出吗？玛利亚女士，我都没啥用。麦林蛋好像不止三个，什么东西不止三个？4/8 14个，对啊，就是那个吧。怎么又是里昂匕首？三个独角仙的这个回血了吗？可以卖掉它，增加有独角仙挂着再卖独角仙，价格翻倍了，有20000块钱。我怎么感觉抽不出好东西来了？这个一金二银，光明教教徽就封顶了是吗？莱利亚，阿什里，狗运，火箭筒打折和 Ashley， 对啊，最有用的就火箭筒打折 Ashley， 火箭筒打折我还没抽出来。Ashley， 格拉汉姆，绿草50%。好了，只有一个金币了。二周目160万，是啊，这一定要抽一个，这必须抽一个。再读档。把这也充值，接下来抽三银的。三银的下一个应该是有，应该抽四个。贝拉麦林蛋。最后一个是黑鲈鱼，他好像只能抽四个，能抽五次。卖药的，卖药你也不能见商人，你不是不吃药不见商人，只用枪和刀吗？你要么挑战不见商人，要么挑战不吃药，哼，这样就可以卖了。
我觉得他已经出了这个独角仙，已经能让我多赚很多钱了，所以这个火箭筒打折也可能不给我出了。你的打字机在三营里，啊，十字弩就是弩箭二十，还能抽两轮。对，通关前存一下档，然后反复刷，如鱼。来了，看看是啥啊？是没见过的焦土引导者，没用的东西。最后没血打不过，最后 boss 打不过，你可以先存个档啊，然后就分开挑战，就是最后 boss 打一遍是不见伤人，然后再打一遍是不吃药就好了。我的三营里面没有东西，没啥好东西，都是垃圾，还是一金二营里面东西好，包括三金后面也没出啥好东西了，哎，有点遗憾。那就是要把艾什利换出来吗？还是后面再说。先退出游戏。无敌射击，全部。艾什的绿草换不换呢？通关之前要换出来。最后这个第三关，它的 checkpoint 应该留在哪儿？嗯，从什么时候开始就不能回到这个，不能回到这个区域了？这个射击的区域。要留在这个不能回来的地方，要留个档，后面还有一个地方可以抽，最后是下一张是最后一把叉，那我放心了，就这样吧。哎，这不是人啊，这还挺像人的。Nice shot. 还能再来一次，精英怪。Oh shit， 在这儿。You got it。亚历山大师。一场恶战的感觉，就是可以用邪道穿过去的，不过一周目肯定不邪了。别起来了你。
有点亏，浪费非常多的手枪子弹。Are you okay? Hey. Yeah.这儿不能上去吗？这地方挺复杂的，怎么都是钱钱呢？不值得一颗宝藏吗？这样还是一发狙划算，是的。手枪点了好几下，狙击弱点，伤害翻倍的。他想阴我，看我阴他。好像不行，他背后是过不去的地方。他怎么不来跟我打呀？刚才。别说话，蓝牌。哎，什么时候出视频攻略？我委托手柄，我自己就不用出了。机制。在这头，能不能在一楼打掉？看上去在楼上。哦，看见了，这不有了吗？Nice， 上去就是恶战了，我估计。嗯，任务完成。一会儿接了那个任务的时候再回来，顺便一边交这个任务，一边把那个什么精英再生者也干了，是吧？大概是这样套路。Holy shit！有一个拦路的，这挡着我过不去了。冲过去，一个回头，一个闪光垃圾罐。这个拉了会怎样？一枪打不死，Holy shit！
我怎么觉得亏了呢？就是休息休息。I'll be fine. We gotta keep going. 你来拉这个。原来如此，这个地方是这样的。他拉一下开关，然后我跳下去，先把那个盾牌干掉，然后我直接冲过去开门，是这样吗？那我这边开了以后，然后呢？嗯？没看懂啥意思？那我为什么要Ashley来拉开关？嘿，你偷袭我，过分了啊！哦呦呦呦，有点麻，有点麻。怎么这样？都不光明正大的来点儿。哎，吃了啥呀？吃红绿。家宅呀，重来重来。现在是全部蓝牌都打掉的状况。啊，直接上去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回来的时候要。这种时候是不是应该扔个雷进去？越过 Ashley。长按的，哎，对，这是浪费一个雷，解决好多事情。真阴险，他后面给你刷人。我在这儿等着。哎，这不也过了吗？You're hurt. I'm all right. 这个人化成一滩黑水了。
还有人，还有人。咦？等一下，这还有个宝藏？这嘛意思？哪有宝藏？哦，看到了。没有，他打他的，我打我的。希望在我通关之前，应该说是希望在他跟完之前，我能通关。吓死我！音乐为啥不停呢？操，铁膝盖！哼，都是虫。这个时候。就需要一颗闪光来解决问题。This is gonna be bright. 耶？怎么回事？他，我操，不好意思。Ashley. 漂亮。自己起来。虫子有无敌时间，是啊，刚才被坑了。好，现在这个物资已经比较那啥了。物资已经不会随随便便把箱子塞满了。不服就起不来，不会呀。虫子看到李阳头上有一个圆圈，赶紧点下去。给点子弹，我去，要到大粪坑里面，这个老鼠要去粪坑里干啥？摸鱼。艾什应该不用过来吧？我操，艾什牛逼啊 ！OK 个屁 ，OK。以前不行，现在行了。经过了这个锻炼，现在已经能独挡一面了。纸，挑粪坑。要两个人按吗？就绕一大圈，哦，那还是非常直的那个斜道。没看到，这个非常宽裕，非常宽裕。你要不进去躲躲？我看这个东西的样子，就是你要进去躲躲的意思。
估计是有再生者了。给那么多子弹，狙的子弹。手枪子弹掉的非常智能，你打完它就掉。听到了，听到了，我听到了。这是什么？对啊，邪道这不直接跳完了。后面我记得还有个大铁球撞墙的嘛，对吧？我一看，我已经绕到这儿来了，说明那个在那儿，那个东西在那儿，我要这样绕一大圈，那还有好久流程。没打好，重来，重来，重来！有偷袭，还有再生者追，是吗？你别让他追不就好了。Stay here. Got it. 这都是固定的。起来，这个不是用那个 MP5 打的吗？没有啊，我没有带。开始其实你不用进去了，我觉得要死咱们一起死，我光死了你躲起来也没有用。MP5 也可以。我操，打着两个中间。所以你觉得老友好用？好用啊。哎，这有个箱子。这不打波了，冲过去闪光弹垃圾关，为啥？咦，怎么还有？我操，怎么变异了？干嘛你？Oh shit， 是个红色线柱石，这得来不易啊！这，哎，他怎么变身了？我都没看见，他怎么自己出来了？我没有hurt，我很好，我很好。直接喷的也可以，弱点头部是固定的啊，这样。都带刺了，这样的。坑的。是个红绿呗。还是说坚持一下？算算，别坚持了，坚持一下，等会儿坚持死了。Ashley， 这个是不是前面
Okay, we go at the same time. Yeah, okay. 这是不是你不打的话，跑到前面去，艾希会把他放下去？是这个地方吗？还是这里应该还有别的？哦，好，存档了，存档了，不太对劲。李阳怒划破木箱子，自爆的刺也可以完美格挡啊！那我有点不敢，因为他都会饿半天，所以说 ，no power， 不知道什么时候格挡是完美格挡。一二三四五是啥？干 ！Get this for me.Leave it to me. I'm actually pretty good at this stuff. Oh, really? 转转盘你很擅长，他转比我慢。哦，我知道了，这个地方是你跑回去的时候可以让艾雪把那个家伙给放下去。这里有几只老鼠，是不是要全部打掉？是任务吗？这我打一只就知道是不是任务了。我操，这人跑挺快。干！不是。哎呀 ，S 级特工打不过老鼠。他不是固定路线吗？在这儿等他行不行？他好像不行。不行。他只要地方大，主要是他妈的能耐了。一只。堵上我了。总统特工的尊严。那这个地方，三周目就不要说了，这还说啥？火焰筒直接炸！如果我有，我也可以。怎么都掉钱钱？我想要子弹。有个东西落下了，叫什么东西？哦，这儿，那么明显。还有一个项链，来，合成一下。好，红色线柱石又磨了。你可以热第一照相在你进来的位置，是吗？看到你还能出去吗？我不信。好，两只。
还有两只在那儿。第三只、第四只在电闸附近啊。好了，你看到第三只啊？这样的、啊？不对啊，不是第一只。没有没有，刚才是第一只。哎，这是啥？这是 Ashley 吧？啊，是 Ashley。但是手快断了，谁说的？别乱说。红色宝石。那我要绕这么一大圈才能回来，是这意思吗？哎，鼠叫声来了。第一波是你电闸后，我听到声音了，老鼠杀光去。等会儿有再生者的时候打老鼠不太好打。好，看到他了，耶、yeah. ！Infinite 鼠害，这个再生者是不是可以不用打？他会不会掉个限注石什么的？我不打会不会亏啊？脸入脸上再生者和入口小怪，能不能给 Ashley 穿盔甲？可以穿，可以穿。隔着栏杆射。哦，懂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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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你啥意思，就是桥放下来，但是不要把再生者放下去，然后他过不来啊。掉绿色石头 ，Go Go Go！ 喷子开路。Ashley, damn it! Damn it！ 哎，那你 ？Oh shit！ 黑鲈鱼。怎么还有黑鲈鱼？刚才没看见。好，干掉了。这还是大哥，我看不见了，给点提示。杀手的黑鲈鱼，啊，居这儿的人是吗？先把人杀了再看到黑鲈鱼。还有
Ashley, damn it! Stop passando! 这人屁股怎么赢？这打了几发了？这是？哼，其实可以狙的，是不是？好了，可以了，把人杀掉以后再跑。哎，怎么回事？还有。哎呦，没了没了，来吧来吧，第二部还有第二部，妈的，闷日了狗呢。喷子不是会打到那么大老远的打不到人吗？什么鸡巴玩意儿？先不杀老鼠，老鼠有点浪费时间。啥呀？都是空枪。不不不，不能用那啥。不着急，这些东西等会儿回来捡。反正既然鼠害的任务都还没出来，说明这个地方后面还可以再回来。哎呦操，这个人厉害，这人他是有防弹衣的吧，要打腿，狙打上去硬直都没有。谁设计的这个关卡？啥玩意儿？ Are you all right? Yeah, thanks. 冲冲冲！
Ashley, damn it! Mad. 这人怎么那么硬？应该用狙打他。知道了，跑了就左边一点，然后把他直接用狙打掉，或者用闪光定他也行。不想用闪光，没有打空了呀！操，打空了那没办法。我操，怎么这么跑那么快？对啊，触发橡皮人以后再刷新的，是的，是的。一会儿啊，哎。拉完闸直接跑都来得及，为什么呢？弩箭雷我没带，确实是个好方法。打了我三发橘的子弹，我心痛。Ashley, are you all right? Yeah. 也没给我掉子弹呀。Ashley, damn it! 太贱了，这个地方。别动我！别别别！不行，第三只打转身就跑。我这样跑过去的话 ，Ashley 他是不会放下那个啥的，他是不会放下桥的，他一定要把那赛神者放下去，是不是？是不是这样的逻辑？我想跑过去按圆圈，结果不行，他就是。他就是要那啥，他就是要把这个再生者放下去。妈的有病！那很明显，你可以先放下这个桥，然后让再生者对面他过不来，然后你要拿狙慢慢打，这样不好吗？你们几个动作还挺一致的。这个人，我还有一口气。Ashley, are you all right? Yeah, thanks. 那我只能在这儿把那个诞生者干掉了。
哎，他把虫老鼠给戳掉了。Oh shit！对，打倒第三只跑过去就行。为啥？第三只啥？第三是敌人吗？就这个人是吗？还是说不打这个人？好了，死了。咦，他没站起来之前不能打了。Ashley, damn it! 不着急。妈的，你在doing what呀？啊？哎呦，我shit！哎呦，真难呀！子弹还是好太多，你提醒我了，已经完全不省子弹了，可还行，还是要省一点，再来。好，来，这个头也太难打了。跑过去的话，那个艾希会把那个人给放下去，那个再生者会放下去。我要让再生者留在上面。哎呀，放过了一个。不能让再生者掉下去。
掉都是钱。You okay? Yeah, I'm fine. Ashley 不难 ，Ashley 只是被爆了而已。我才难。不能让他倒下。下午好。这个地方好难。对，第二波小哥就一个，不用管他，让 Ashley 被爆一下也问题不大。不是很有必要打，但是他有宝石，你就放过那个宝石了吗？你只看到了再生者，在我眼里都是宝石。他不是掉宝石吗？他不掉的话，我早就不打了。对啊，我这又不是连狙。可以先杀小怪再打橡皮人啊，小怪也不着急，让他被抓走好了，他要扛好久才那啥呢。你看刚才那下他明明打到了，他不算打到，但多打多近才能打到。他那个准心覆盖了那个虫，只要偏差一点点就不算打到。第二个怎么没死？斜道直接穿了那个地方，操！这个感觉漏掉好多东西。They keep coming。就是就是，还好红酒的威力够大。You hurt? I'm good, thanks. 回去抢桥断不掉啊！我操！我也想桥断掉，然后再隔着桥跟他打。那这把怎么不算打掉呢 ？Ashley, damn it!还可以，这把打的。这人好硬啊！红色线柱石，大哥。Get real. Give me a break already. Give me a break， 他就 break 了。
红色线柱石，你不要啊。啊，这慢慢再搜刮，这不是非常坦然吗？黑鲈鱼还有一个，嗯，然后这两个桶子不着急打掉，现在再打掉东西的概率会高一些，因为身上子弹很少了，可惜还是没掉。关掉干什么？不在桥上，他自己好过了过了。不在桥上，他自己不会跳下去。对呀、啊，不是你过去以后，你没办法让艾什利放下那个桥啊。对，这儿还有个东西啊，还有狙击子弹，可以补一下补一下。我刚才过去了，然后艾什利他没有放下桥，也没有。放下桥的任何提示，我按了圆圈也没有用，也就是说艾什利他不放桥，不放桥，再生者不就过桥了吗？过桥的话，艾什利肯定会放他下去，那我的柱子、石头就没有了，是不是这个道理？要是如果能这样打的话，我早就这样打了。我刚跑回到艾什利身边，然后按圆圈，他也不放桥，然后对面那个再生者眼看着就要过桥了，我赶紧再跑回去。就这个地方，我刚才已经来到这儿了。你看，成事不足败事有，败事有余，都不能给对他发号施令。要解这个东西了。哦，噩梦，这个。一只能是这样解，对，我就是不想把它扔下去呀。你怎么你在看什么东西？我就是不要把再生者扔下去，扔下去它宝石就没了。我希望是他在对面，然后把桥放掉，他过不来，然后我隔着桥慢慢狙他。是这样。我操！这个难道不是这样？啊，只能是这样或者这样。这个好像也只能这样。好了，啥东西啊？解这个谜吗？应该有固定解法。欧耶，过了。这个废弃物处理厂好难，要在宝石全收集的情况下，还节省点子弹。我操，这什么东西？专家有六个店，做攻略吗？不是跟手柄做了吗？还要做？货物堆场，没漏点什么吧？Oh, I see you took care of a request. Well done.
确实。二橡皮人二阶段能伤害灌死，哎呦，那能打头还是打头？打头一枪就死了。哎呦，手枪子弹。啊，先把鲈鱼卖了。哎，鲈鱼其实可以吃了是吗？啊，不用吃。I knew I could count on you. Ooh, what are you buying? 一个，两个。I'll buy almost anything. A deal well struck. 这个两万呢，卖掉吧。We'll come back. 伤害罐都是无限子弹。他好像血已经到上限了，是吧？行吧，卖了，卖了，卖了。Welcome. 卖掉。Ruby's all rubbish, you mate. Thank you. 两万块钱。Will that be all then? 对，摇头晃脑不太好瞄。Good as new. Good luck to you, stranger. Pleasant travels. 艾达项链是效果，是啥效果？维修防弹衣优惠30%，一个是维修小刀优惠30%。金鸡蛋我知道可以打城主，但是我想把它卖了。但凡用子弹和药可以过的地方，我们就不要把这个可以卖钱的东西给用掉，留着有用的。这样比较舒服，这样这儿还可以再放一把枪呢。好，可以了。Welcome. 兑换的话，42个尖晶石可以换这个。What's that? 宣传任务还有两个是吧？应该一个是精英的那个敌人是吧？还有一个不知道是啥。Welcome. Ooh.金石惩罚者。There's some things money can't buy. 先不换。And buy something, eh? 一个金像皮人，一个蓝牌，还有个蓝牌。走。哎，还自动给我存了一下，那我这是动态难度又加了。来吧，打铁球了，这一看就很刺激。那你，哦，这自己跳下来了，牛逼！这多高呀？这有4米了吧？让我存断一下录像。